拿刀的那个老人是干嘛的呀？他就是卖那个砧板的嘛，就是城管拿着棍子，那个老人就拿着一把刀哎，就是看到他们扭打而已啊。报警了没有啊？到了。老人他是不是占道经营啊？这个县里面已经要开过会了，说由县里面统一的说明。